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哥，我们继续来玩王者荣耀国际版的一个足球赛啊，也可以叫做国际版的世界杯啊。这个目前只在体验服有啊，然后我们3v3，这把我用的是墨子。昨天我也玩了超冷，关羽还不错啊，顶人。墨子主要是在于控冷，但守门员很不错啊，守的不是人。我去，快踢球，快踢走！哎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我就专门控人。哎，哎呦！我踢过去了。等一下，跳过去。嘿，球呢？控制就是他们三个，快快快！快快快，踢踢踢踢进去！好，不错不错，终于进球了。我要当守门员啊，然后动不动给他们来一花。控制住两个人了，完了，空门。哎哎，我去，踢过去，踢过去。没射到人啊！哇操，直接把我顶回去！快快快快快！哎哎！我操，这什么鬼球？我哎错！哎呀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进了进了！哎呀！刚才差点没进。哎呀，我操！踢错边了，踢错边了！兄弟们，靠你们了，先把球踢出来！哎，打赢一个是赢个啊！打赢一个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过来了，球过来了，关羽进去，不错啊！我超级带球，哎，球呢？哎，我人呢？靠，给他给大招给打没了。进去，好，我有一个成功的助攻啊！好吧，不错不错不错。控制住他们！哎呦我去！别动啊！快快快！哎呦我操，被踢了！哎！哎呦，空门空门！想进没门！我操，这都能进球！哎，守没守好？哎，我去！别过来，过来，全部控起来，踢进去！哎，不错，哎，我这一球踢得帅啊，梅开二度！哎，我操！给我球！哎，不错，最后一秒钟秒杀！哎，快！最后一球没中啊！哎呀，亏大了！最后一球踢得那么帅，一个大招不，超级带球！哎，可惜了。我还想说进三个球，其实这个墨子踢球很不错啊，把对方三个人控制之后，队友其他去控球就可以了。
最佳球员 MVP 啊，是我呀、啊哎、他这助攻不知道怎么算呀，是吧？我把人控制住不算助攻吗？好像只能传球之后然后另外一个人射门之后才能算助攻、啊、对于这个 MVP 也不知道怎么给的。我们看对面的阿科掉线了啊，还有个也没射进一个球就让也有 MVP， 哎，搞不懂了。